在医院里头，除了医师和护士之外，还可以看到一群默默支持病人、陪伴家属度过难关的关怀师及医务社工。他们是患者眼中的陪伴天使，让冰冷的环境增添温暖。这个对许多人来说陌生的职业，常常在患者与家人陷入困境时扮演重要角色，提供心理上的支持。他们如何解决病患、家属与医护人员的身心灵困境？需要具备哪些能力？在医疗体系的关怀工作中，当面临极大的压力与负面情绪时，他们又该如何疏解跟改变呢？敬请锁定周四晚间10点《青年读报》。